你能告诉我这玩意儿怎么用的话，我可以考虑给你摸一下。拔萝卜，拔萝卜，嘿呀嘿呀，拔不动。大叔啊，你这是拔了个啥出来呀？目测是一只吃多了被卡住了的袋鼠。干啥干啥？我自己能出来。你这样拖我不要面子的呀啊！比起不领情的袋鼠，下面这只鹦鹉可识趣多了。你不是上午去玩去了吗？是吧？下午就不出去啊？不能老咱俩去玩，偶尔时候。对，偶尔的时候就玩一会儿啊。你俩去玩，在家练练歌，说会话，咱们几个出去玩去。咱们今天不去了吗？请给我喝点水好吗？好啊。小狗怎么叫的？小狗叫，小龟真聪明，小龟真聪明，这么说啊，是不是？大宝，换回家吧，我喝可乐，我喝可乐，喝可乐，待会给你来点可乐喝啊。这么好的孩子，帮我喝点可乐，可以喝，可以啊。我的目标是没有蛀牙，吃嘛嘛香。妈咪，你刷牙我没有意见，但是你可以放下我的牙刷吗？上面那只猫咪带了一个不良风气，居然还要刷牙，这么多年来我就不知道洗漱是什么意思，躲在这里千万不能被发现了。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的，你还是早点出来吧。